在当今世界，我们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急功近利的世界，一个活在当下的时代。在这个世界，大多数人往往以一时的得失视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，但我们并非如此。75年来，我们一直秉持宏大愿景，以追求长期价值为动力，投资有意义的事业，让世界真正繁荣发展。我们放眼当下和未来，以可持续的方式发展电力、水务和商业，重新定义医疗保健，使其包容并惠及所有人。我们对未来进行投资，帮助员工自我投资发展，人员与技术的沟通是构建未来社区的合作伙伴，积极投资于生活基础设施。因为生活在一个急功近利的世界，一个活在当下的时代，所以投资于更美好的明天，是推动我们所有人前行的动力。